Hello， 大家好，我 Darky， 今日翻翻嚟我哋嘅奇迹论坛系冇错，奇迹论坛其实系有活动嘅，但我呢条智障咧冇 check 到佢嘅官方网页，之后导致到咧要迟一日先拍到。OK， 算 ，Never mind。其实系因为我冇买货金卡啫，正常情况下我都可以即时玩咗佢嘅，冇问题。咁所以我哋而家攞翻套套装先，冇错，就系钻石梦境呢套套装。呢套套装咧真系惊艳到我。你冇听错，佢真系惊艳到我，大佬。哇 ，Oh my god！ 同埋佢真系几靓，真系唔差。佢俾我感觉有少少似，唔记得似边个，似有少似英菜咁，唔知点解。佢有对咁样嘅型。就仲有啲喵咧，佢个妆都唔差，个样真系唔差。我谂过佢哋咪咁样，地下效果 OK。之后嚟啦，我哋攞翻个奖励先，嘿嘿。唉，腾肥。哇，呢套真系靓，真心靓。之后就轮到我哋嘅梦恋奇迹啦，系冇错。今次活动系拎住梦恋奇迹嘅，一关我系唔知做乜劲，配嚟配去都配唔到佢。真系我个分数都唔低噶，唔知点解莫名其妙配嚟配去都系咁嘅捻样，所以咧已经有少少想自我放弃，你知唔知？我跟攻略配，我今次要认真打俾你哋睇。我控制唔到喎，佢一定系要啊！我最高过啊 ！Oh my god！ 啊，黐捻线，最高过啦，顶佢个肺！粗佢送俾佢，多谢晒。唉，真系麻捻烦。OK， 之后剩翻嗰啲咧，就咁打咯，应该冇问题噶啦。失败咗。冇问题，其实我个分数，啊屌，仆街，我意外地，我 feel 到我自己依关会打输，赢咗喎，失败咗一场，争个千几分，争个万几分啫，妖系咪啊？梦恋奇迹多数都系固定打一关，因为咧嗰一关你要有非常之大嘅把握同埋准程度。我 feel 到我依关会输，赢咗，竟然赢咗喎！咁好啦，轮到我哋呢个漫长嘅打关时间。咁基本上咧，因为咧我要快啲出片啊，所以基本上打关嗰方面睇下点啦，打一阵先啦，唔通点啊？我计一计数先，而家我有172，我计过嘅总数好似系要要几多话？900？我睇睇先。Back， 我至少要打十，我至少要打百几次，先至可以啱啱好换到。我计过应该109啊嘛，如无意外应该109啦，应该。系咪啊？咁玩嘅咩？喂！不过买多关都系嘅，因为会有失败次数啊嘛。扣埋，好痛啊！我 feel 到我心，我又唔包流紧血啊！我失败咗两场，我顶，你系唔系啊？一场啫。佢失败一场是正常嘅，总之你要俾少少机会佢。我屌，做乜嘢喺度？我顶争个千几分，我想讲粗口，
我覺得我自己投資錯咗，仆街，仆街啊 ！No shit！ 唉，好，今次全部勝利。你唔知道我仲要留翻啲錢，我仲要留翻啲錢去抽，去抽另外一個嘅，係啊，家私可以抽啊，我仲要留翻少少錢去抽。啊，飛到衣關會輸，輸咗兩場。頂係咪啊？妖，我覺得我要再買多十次先可以清理到咧依個殘局咧，咁嘅失敗法唔係辦法，因為我係根據佢，我係除五嘅，我係即係佢嗰個戒指嘅數量除五，即係表示我每關咧基本上一定要贏先可以咧咁樣做。哇！頂又係咁多咯喂！妖，我識爆粗啦，唔好咁啦。喂，哎，咁得快一隻，我打完嗰一次之后咧就见到扑咗街，去到最后一轮嘅十抽，都唔系十抽嘅，屌，啊唔系你啊，故事剧情嗰方面嘅嘢都唔重要咧，啊赢咗，二次执，系咪打漏关先大佬？六百九咋喂，六百九咋喂，即系我计错数啊，有可能，有可能我真系计错数。屌啊老母，我可能真系计错数。买一次先，同埋佢仲要消耗体力噶。你知唔知我而家先发现扑佢个街？呢关赢嘅几率应该高啲啊嘛，凑个整三百三十次冇问题。我 feel 到我最多只系换到一套，二系咪啊？你乜鬼先系垃圾垃圾机？你乜鬼先系垃圾机率嚟噶？屌人又唔可以拣，扑卵你个格！啊，屌仲要嘥体力，顶你个肺！而家呢个两最多换到一套咋，大佬啊！你 you play me， 屌！不如我有少少唔好咁啦，买一次先，我将佢记到平均用分啊！屌，梗系 ，OK， 佢捞唔到，呢个都好危险，算啦，我都系。哎呀，反正而家都滥炒啦，我将个数推，我将个数推到系最尽啦。嗰度最多咪唔抽咯，而家嗰间小屋我乜嘢都冇乜，我都冇乜更新，即系我系已经去到一个唔捻想理佢嘅情况下。即系理解到嘛？呢个绝望嘅感觉，做咗八百几先换到另外一套啊！屌，呢几日内会换到咩？唔会咯，即系我一定要舍弃一套咯，多谢晒咯。亏我仲攞咗买咗张200蚊嘅货金卡，屌你老尾！唉，恭喜晒！我抽多几次先。唉，算啦 ，never mind， 我打埋佢，好烦，屌佢老母！啊，我真系想讲粗口，其实已经讲咗。见到呢个情况，好难唔想讲，大佬。好啦，我哋换咗哥德风嗰套先，嗰套真系几靓 ，it's pretty OK。我要呢套先，呢套叫《月光奏鸣曲》。之后就轮到佢个妆，我唔系太 like， 唔好意思，佢个妆我唔系太 like， 我直接吐槽，佢个妆我真系唔系太 like。我系前1%啊，
个排名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我看看先，还有这个。之后另外那两个都95。他排咗喺哪度先？前 1% 咋，黐线嗰堆人系科长嚟噶。之后有边件冇啦？這个 P 好 K 去咗街，屌你老喂！有佢梦恋奇迹，我已经揿走咗佢啦。OK， 有录住嘅，冇录住我真系咧，喊俾你睇咯，都得唔成。呢架车，其实好彩系三粒钻石啫，如果冇真系咧，你哋明嘅。啲抽奖冇机率抽到嘅就唔好就唔好捻抽。呢个咩嚟噶？花架童话，花架童话我唔会有啦，仲要有钻石嘅衫，咁我更加唔会有啦。今日赚多几粒钻石。多数抽完星光牌之后，第二次都是星光牌，系咪？仲衰添，屌你老母！咪呀！无聊打打关，我真系求其拣一关打嘅啫，得打完，之后再嚟个服装分解 ，K.O。Never mind。OK， 打完完事，可唔可以换多个呢？唉，算啦，懒得换啦。之后仲有，其实仲有抽奖嘅，但系咧，大家知咩事啦？最近我有个。我个银包咧就咧流紧血，所以咧你哋就唔好咁样啦。同埋我仲要储钱，我真系点讲好咧？大家可能唔知啊，但系咧基本上年尾咧系有一个类似系一个初音嘅活动，所以我好捻想去。所以我而家先要喺度储钱、储钱、储钱，储到我扑街。吓就系咁样。行你一諗，講真的，我唔係太中意，我唔係太like個，呢個喺外國服喺Love Dicky已經出咗啦。係。唔好問點解會知道咁多，因為我有一直都關注住呢個社群，好冇？我有關注住，好冇？OK。剩翻少少，求其啦。我哋今次就去到咁多先，係冇錯。真係黐線。不过求其啦，再俾大家睇一睇《钻石梦境》呢套套装，真系唔差咧。之后再晒一晒自己两套，好俾人揼咯，好冇？成日 level 埋咗嗰套哥德风嗰套喺边啊？应该有排碌啊嘛，因为应该大陆应该冇咁快出。个人觉得呢一套都 OK， 但系佢冇嗰啲特效。好，去咁多先，我系Darky，like同subscribe，我哋下一次，再见，拜拜。